Hey, what's up, everyone? This is your boy James. 大家好，各位小伙伴们，晚上好。这是我思辨读书会的詹姆斯，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然后欢迎来到我们思辨读书会。我们思辨读书会呢是以书会友，然后我们是一个线上读书会组织。我们起源于硅谷2年前，然后现在呢，我们招募各处的小伙伴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然后就是以书会友。我们的价值呢是就是啊，思考自由，然后精神独立，终身学习，然后让读书呢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同时呢，我们线下也有很多的线下活动组织，然后您也可以参加，如果您在湾区的话，也可以参加我们的线下读书会的meetup， 然后以及纽约我们也有线下读书会的meetup。然后呢，欢迎加我们的那个二维码。在右边，然后如果您想参加我们读书会的话，扫右边的二维码，回复读书，或者是您想成为一名志愿者，或者是您想分享书的话，成为一名领读者的话，您可以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加下来。同时我们也有很多那个social media 的 present， 你可以去 YouTube 或者是 blah blah， 然后豆瓣读书，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看我们以往期录的视频，好的，麻烦您翻下一页。Oh, OK， 稍等。OK， 这是我们谢谢，这是我们那个以往参加就是分享过的一些书名。然后呢，您看前两期的话，就是我们有各个来自各个城市，然后各个跨海外各个区的那个小伙伴们跟我们分享不同的书。然后呢，我们。到今天的话已经做到70好几期了，然后麻烦您翻下一页。OK。然后的话，我们的书籍呢主要是分这么几个 category。今天讲的呢，这个是可能是偏比较哲理科学方面的，但呢有我自己本身也喜欢的一些话题，比如说自我发展、音乐。然后呢，我们这个读书会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听众都是来自于就是技术方面的，或者是就是理工科方面的也很多，所以的话我们在科技，然后在那个教育这方面的分享有非常多，然后这一列 slide 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有一些长期的领读者，像这个无悔小伙伴，他一年读300本书，然后他也是我们这个读书会的非一个积极的分享者。然后呢，还有那个林文慧，然后反正就是我们也有许多来自国内的一些就是比较的知名或者是那个比较成功人士，他们来这里分享书籍，然后从中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的话就是同时也有一些就是领读者，他们是自己写书的，比如说这个子君于君泽老师，他写的这本那个深入分布式缓存，他就是那个自己写书，然后自己来分享。所以的话就是小伙伴们可以召集更多小伙伴来听一下，就是也许哪个分享的那个主题是您比较感兴趣的，然后您也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比较新奇的观念，或者是一些就是当今比较潮比较advanced 的一些就是理论。好，麻烦您翻下一页。 OK。然后今天是我们思辨读书会第76期，然后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书呢是《原因之书》，然后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陈伟佳老师。好，陈老师，麻烦您翻下一页。OK。陈老师呢，他是毕业于那个复旦大学本科，然后呢现在在那个开奈尔大学就读运筹学工程专业的那个研究生，然后他非常的热衷于金融，然后计算机以及一些新型的那个经济性感兴趣的一些就是知识。然后呢他将在那个华尔街任职一个那个算法工程学的一个职位，在不久将来毕业后。所以的话我们就是今天非常有幸请到这个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他读过的这个这本就是The Book of Why。然后呢，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詹姆斯，然后我是思辨主持会的那个一个长期的一个志愿者，我也是一个数据科学爱好者。那话不多说，让我们把那个话筒传给陈老师，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今天这本书《The Book of Why》。好，陈老师。
OK，大家好，我叫陈伟佳，今天给大家讲一下，《The Book of Why》原因之书，这本书是今年4月份刚刚出版的，它的作者是，Pearl 是图灵奖的获得者，他以提出了贝叶斯网络而著名，那么他也是可以说引领了人工智能的一个学派，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关于原因的，对于原因的一些讨论。从我们对于原因的学术认识，到我们逐渐，量化原因这个东西，到现在的发展到人工智能，那会讲这样一个过程。那接下来我就开始讲。今天的内容大纲主要是这么7部分。首先讲一下因果关系的3层阶梯，然后是统计与因果推断，接下来是讲贝叶斯方法。然后我们讲一下干扰因素，就是会有一些导致原因的，不那么明显的因素。接下来是2个悖论：因果与人工智能。最后是总结与感悟。好，那为什么我们要读这本书呢？首先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辨识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些因果关系。那日常生活中呢，很多关系，我们会等等会讲到一些例子啊。会告诉我们，其实没有那么明显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有一些我们以为是因果关系，实际上并不是。那么，读了这本书，你可以会对这样的一些东西有一些了解和判断。那学术生活中呢，比如说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参与者是做一些像算法工程师以及数据分析师这样的职位。那么，当我们在看数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自然地得到一些因果关系，那我们怎么样确认这样的因果关系是正确的，或者是不存在的？这本书可以或多或少地帮助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些关系。那第二点就是可以了解到当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景和局限。首先因果关系的3层阶梯，我们从下往上看，作者认为，人类对于因果关系的认识分为这3个部分，首先是相关，那么它对应的动作是看见，比如说我看见了 A 会看到什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下雨，那么我们会看到草地湿了，我们看到下雨也可以看到有人打伞，那这样的一些东西会导致我们大脑将很多信息相联系起来，作者认为这样的对相关性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是。一些动物包括人类，的最基本的一些对因果的理解。那作者认为，现在的人一些机器，包括人工智能，对于事物的理解也处于这个层面。那么第二层呢，就是因果关系。它对应的动作是做和干预。那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因果关系，跟相关很像。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下雨，就会看到草地变湿了。那实际上，从相关到因果关系是一个认知的跳跃。我们会后面会讲到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它对应的动作是，如果我做一件事情，我对一件事情进行干预，那么会发生怎样的结果？作者认为，只有人类，包括一些很小的婴儿，能有对于因果的认识，而往往动物和机器。对于因果的认识不那么完全的。那第三层呢，就是反事实。它对应的动作是想象和反思。比如说，如果我没有做什么事情，那么会发生什么？对这样一些反事实的认识，其实是，对于反直觉，就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这样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没有，比如说是阿司匹林减轻了我的头痛嘛？对于这样一些问题的提出，它其实是与事实相反的。那对于反事实的信息的一些处理，往往需要更高级的智慧。那一个重要的结论，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说，对于低层次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理解，不能得到高层次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我们只看到了相关性，作者认为是我们是不能得到因果关系。那么，仅仅看到因果关系，我们对于反事实的理解也是不能直接得到的。那么可以说，对每从一层因果关系的阶梯跳到下一层，往往是需要一个很重要的跃进。那接下来是讲一下
我们人类从学术角度对于因果的认知。首先是 Galton，他是一个英国的统计学家，他首先对于数据的分析中提出了回归分析和相关的概念。那比如说他就看，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下雨，那么草会湿，那么他更多的是通过实验的方法来量化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很多学习统计的同学就会知道回归分析他就会利用一些p-value 或者是 r-square 的一些 value 来量化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那他也首先尝试的利用回归来解释因果关系。那第二位对于统计学做出的重要贡献的人呢是 Fisher 是一个统计学的可以说是统计学之父，他完善了对于回归分析的理论。他认为统计学是一门减少，是一门研究减少数据方法的学科。那么可以看到，他对统计的理解就是说，是为了对于数据的一些分析和利用。那么接下来第三位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叫 Pearson。我们统计学有一个术语叫做 Pearson 相关系数，他是数学统计之父。那 Pearson 认为因果关系只是相关的一个特例，那么他就进一步的由，之前我们提到的回归走向了因果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迈出的前进的一个脚步。那么，因果关系是不是相关的一个特例呢？那么现在我们肯定知道这个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我可以举一个反例，这张图我相信很多人应该看到过。他说的就是说，一个国家对于巧克力的平均摄入和，他这个国家诺贝尔奖得主获得者的这样一个相关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我们画一条45度这样的线的话，那大部分的点都会在这个线的附近。具体解释清楚一点，横轴对应的是该国家平均，每个人的巧克力摄入水平。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他因为不怎么吃巧克力，所以他在这个轴的很左边。而像德国和瑞士人呢，他们经常会吃巧克力，所以他们在横轴的这个右边。那么纵轴呢，讲的是该国家的每1000万人中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比如说中国这个人数就接近于零，而像瑞典和瑞士，它就超过了30。那么，如果我们把横轴当做 x，把纵轴当做 y，我们想画一个 y 等于 ax 加 b 的方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线是拟合的很好的，就是说大部分的点呢可以在这个线的左右，跟这个线的距离非常近。那用统计学的术语，我们看到左上角说这个 r 达到了0.79，那 p-value 是小于0.0001的。那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很多看似相关的东西呢，它并不能用因果来解释。我们不能说是这个国家它因为吃巧克力吃得多，所以它诺贝尔奖的得主，变多了。这个肯定是反直觉的。那这样的一些数据就告诉我们，因果并不是相关的一个特例。那么我们对因果就需要更多的分析和研究。那Wright 这个人是一个美国的基因学家，他在对于豚鼠的研究中提出了对于因果的路径分析方法。他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无法在没有因果假设的前提下得出因果结论。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其实就呼应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因果关系的三层阶梯，他就告诉我们。从第一层的相关得出的一些结论是无法推断出到第二层的因果关系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等等会讲很多例子。那可以说，Cyril Wright 这个人呢，他是第一个在统计学往因果推断的迈出了重要的脚步的这样一个科学家。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贝叶斯方法。我相信很多同学应该对贝叶斯方法有所了解。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那贝叶斯方法，它的表达就上面这一个公式：P 在 B 的情况下发生 A 的概率是左边，那么右边是，在上分子是两个东西的乘积。
一个东西是在 A 的情况下发生 B 的概率，另一个东西是发生 A 的概率。那分母是发生 B 的概率。那首先呢，我们对这个公式做一个推导比如说我们考虑一下某商店购买这个苹果和香蕉的人的情况。那么 A 和 B 就代表两个独立的事件，分别是购买苹果和购买香蕉。那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下，我们想求出那些既买了香蕉又买了苹果的这些人占总人数的这个概率呢，我们可以通过第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首先看一下哪些人买了香蕉，然后再看一下买了香蕉的这些人里面哪些人买了苹果，再求一下他们分别的概率。那么首先PB。最右边这个 PB 就对应着所有买香蕉的人的概率。那我用蓝色的框框把它们框了出来，它的概率是15分之12。那第二左边这一项呢，在 B 的情况下发生 A 的概率，就是买了香蕉的人里面买了苹果的人有几个呢？它是五个人里面有4个。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既买了香蕉又买了苹果的人，他大概占了总人数的1/3。那同样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另一种方法，就是看买了苹果的人里面买了香蕉的人有多少。那用红色框框框出来的是买了苹果是那些买了苹果的人，sorry，我多划了一个二，是那些买了苹果的人。那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出 A 的概率就是说，1、5、6、7、8、9、10、12，这样8个人在12个人里面是买了苹果。那我们再看这8个人里面有多少买的香蕉，我们可以看到，1、2、5和八，还有12，他是买了香蕉的，最后我们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那这个公式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分别把上面两个等式的右边拿出来，就告诉我们，下面这个东西。那我们下面这个东西。就是说，A 发生 B 的概率情况下，B 的条呃事件发生的情况下发生 A 这样的一个概率乘以发生 B 的这个概率，等于发生 A 的条件下发生 B 的概率乘以发生 A 的概率。那我们把 B 的这个概率除到分式的右边，你就可以得到上面这个公式。那为什么说这个公式比较重要呢？因为如果我们不把 A 和 B 当成独立的事件的话，我们把 A 和 B 当成现象和线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比如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说，某项医学测试的准确性。那同样的，我拿了相同的数据，只是把表头换了一下。那么这个公式没有变，这个只不过我们换了一下 A 和 B 所代表的东西。那我们看一下这几项分别代表什么？首先，我们想求的东西是在 B 的条件下发生 A，就是 P，就是等式左边这个东西。那这个概率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想知道这个医学测试的准确性。如果我们这个测试呢出现了阳性，我们想知道这个患者患病的几率是多少。那当然，如果这个测试越好，那当然是如果每个患者去做这个测试都发生了一个阳性了，那他都是得病的，那每个得病的患者都是测试是阳性的，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测试是非常准确的。所以呢，我们想知道就是说，当这个测试结果是阳性的时候，我们患者概率的患者呃患者患病的这个概率。那左边等式左边是我们想得到的一个东西。那等式右边呢，都是一些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数据和实验得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A 的这个概率 PA。它就是一个患者患病的概率，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历史数据查到，比如说乳腺癌或者是某一些疾病，这个概率往往是可以通过历史数据来得到的。那么另外两个数呢，比如说 A given B B given A 和 PB 都是可以通过实验来得到的这样一个数据。在这个表格里，我用了之前的数据，那么大家可以看出 P B given A 和 PB 这样两个数据。那这个等式它的意义就在于，它将一个用带概率表示的现象结果的这样一个关系与统计的概率相连。就是说，人们往往
人们的认识往往是说我有一个原因，我知道一个结果。那么，而我们左边呢是说我们得到一个结果，我们想知道这个原因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那这是往往人们想知道的一件事情，是等式的左边。那等式的右边都是一些我们可以通过实验和历史来得到的一些数据。那这个公式就将统计和因果的这样一个关系做了一个联系。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式。那基于这个公式呢，我们可以得到贝叶斯网络和因果图。作者就是贝叶斯网络的这样一个提出者。那贝叶斯网络无非是我们它的结构呢和刚刚非常相同，无非是它多了一个 C。就比如说 A、B、C，它可以有这样三种结构，分别是 A 推出 B 推出 C，B 推出 A 和 C，和 A 推出 B，C 也推出 B。那基于这样的一些结构，我们可以得出，可以把很多个现象放到这样一个复杂的网络里面。举一个例子，就是右边。这四个事件分别是阴天、喷水机喷水、下雨和草地变湿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因果图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只要知道这个网络里面任意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网络里面，哦，sorry，只要我们知道这个网络里面相邻的这个两者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网络里面任意两者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知道晴天阴天里面喷水的概率，我们知道阴天里面下雨的概率，我们知道下雨那么草地变湿的概率。那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概率呢，我们就知道了如果阴天，那么我们草地变湿这样的一个概率。或者说，我们也可以知道草地变湿是阴天的这样一个概率。那用一句话来说一下贝叶斯网络和因果图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就是说，通过一些因果关系很直接的一些事件的概率，可以得到因果关系没那么直接的一些概率。那这样就非常能够帮助我们推断两件事情的因果关系。那，接下来呢，讲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干扰因素。为什么说我们得出因果关系是没那么容易的呢？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干扰因素，比如说，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辩论，就是吸烟有害健康嘛。那么很多人说吸烟有害健康，很多人说，吸烟不是导致健康下降的直接原因。那么为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两个因果图来给大家说明一下。那么那些反对者就说，吸烟没有导致肺癌。为什么呢？因为你无法证明不是另一种东西既导致了吸烟也导致了肺癌。这种东西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基因。那么看。那么，像右边这张图里面就表示说，比如说人类有一个基因，这个基因让人类他非常想去抽烟，那这样一个基因它也导致了肺癌。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基因的存在下，你就无法直接说明吸烟能够导致肺癌。就是说，左边图里面这张红色的箭头呢，你就无法说明。那么这个辩论，它之所以有轰动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说美国政府包括学界对于这个辩论非常重视，因为当时很多烟草公司大量的贩卖香烟，而且他们并没有任何阻碍，因为学界没有说吸烟导致肺癌。那最后呢，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学界有很多的学者来参与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在讨论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学界提出了一系列论证因果关系的准则，其中包括结果的统一性、关联程度强、关联的效果强，以及时序关系等等等等。我们可以稍微讲一讲，什么叫结果统一性呢？就是说，如果你证明你想说明 A 导致 B，那无论 A 在 C、D、E 的存在下，它都能导致 B。关联程度强就是说 A 直接导致 B，而不是说 A 就导致 C 而导来导致 B。那关联效果强呢，就是说 A 更多的 A 导致更多的 B。那么时序关系就是说先发生 A 再发生 B。这样，
那么这些看似很显然的关系，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哪些事件，它符合了这些准则里面的某一条，但是我们不能说明它是因果关系？这里可以先给大家思考一下。比如说，大家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很像因果关系的相关性的图，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巧克力食用的这样一个图。那么另一个。哦，我看到有人回复，哦，四，哦，时序关系非常好 ，OK，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这其实可能这几个准则里面任何一条都不能说明因果关系，但是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想要有很多这样的准则来证明因果关系的原因。那举一个反例，比如说，一个小孩他的鞋子的尺寸大小和这个小孩的智商，那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当然尺寸越大，这个鞋子的尺寸越大。那这个小孩的智商往往是越高的，因为他年龄更高，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相关性呢，它是符合三的，就是说更多的鞋子的尺码能够得到这个小孩的智商更高，而我们无法仅仅通过了这样一条准则来说明 A 和 B 的这个因果关系，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准则的原因。接下来我来讲两个悖论。这也是可以说是本书的高潮部分。第一个悖论叫做蒙特霍尔问题。相信很多同学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蒙特霍尔问题就是说，一个电视节目里面，一个主持人给你看三个门，在这个三个门里面呢，有两个门后面分别是一只山羊，另外一个门后面是一辆跑车。那么你作为参加比赛的这样一个选手，你首先要选择一扇门，主持人给你打开，选择一扇门，主持人给你打开这扇门。sorry，首先你要选择一扇门，然后呢，主持人会做的一件事情是，他会帮你打开一扇有羊的门。然后他会问你一个问题，你还要坚持你的选择吗？也就是说，在你做了一个选择之后，主持人选择了一扇有羊的门打开了，那么另外两扇门里面，一个门是你选择的，另外一个门呢是你没有选的，那这两个门里面一辆是有羊，一扇门后面是有羊，一扇门后面是有跑车的，那你作为参赛者肯定是想要跑车，那这个时候主持人会问你，你想要改变你的选择吗？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怎么考虑？如果那我互动一下吧。有没有同学想说，我想要在主持人打开了门之后改变选择？那如果有这样的同学，可以打一个一。OK，那剩下的同学是不想改变选择，对不对？那直观上我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说，哎，他打开了一扇有羊的门，那另外两扇门，一个是有羊，一个是有车的，那是不是说我选任意一扇门，它的这样一个结果都是1/2的可能性我能得到车呢？那当时这个问题呢，也困扰了很多数学家，包括一个非常有名的菲尔兹奖获呃数学呃菲尔兹奖获得者，也认为其实你选你改不改是一样的，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讨论。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选择了一号门，那么主持人呢，帮我们打开了一扇啊。那我假设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如果我选择了一号门，那么有这样的几个可能性啊。第一行，一号门后面是一辆跑车，二号门、三号门后面是山羊。无论我们，那么无呃无论主持人打开了哪一扇门，我们不改变选择是赢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改变选择就不能赢，那么不改变选择就是赢。这样就是第一行数据。那如果我们选择一号门，它后面是一个山羊呢？那这个时候主持人一定会打开三号门，因为根据规则，主持人会打开一扇你在你没有选择的门里面是有山羊的一扇门。那么如果我们改变选择，我们会选择二号门，就得到了一辆跑车。如果我们不改变选择，那么坚持一号门的话，我们得到了一个山羊。
所以改变选择是一个最优的战略。那第三行，如果一号门后面是一只山羊，二号门后面是一只山羊，三号门后面是一辆跑车，那根据规则，主持人会打开二号门，因为他要打开一扇在你没选的门里面是山羊的那一扇门。那么如果我们改变选择，我们就会得到一辆跑车，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最优策略是改变选择。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四例，在三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改变选择，我们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是能得到跑车的。如果我们不改变选择，那么我们只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是得到跑车。所以这个时候的最优战略是改变我们的选择。大家可能会有所困惑，看起来似乎是二分之一的一个关系，为什么就会变成了三分之二呢？那这个时候作者就告诉我们，仅仅通过数据是我们无法得到因果关系的，而因果关系往往是认识很多问题的重要的途径。我们看一下这道题里面，主持人打开了哪一扇门，其实是取决于你选择的那一扇门以及跑车所在的那一扇门的。所以说这三件事可以用左下角这样一个因果关系来表示。那么因为我们有右边的这一个箭头，也就是说汽车的位置决定了主持人打开哪一扇门，所以说我们改变选择，所以说打开的这一扇门是取决于汽车的，那么我们改变选择往往是一个最优的策略。那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呢，如果说这个你选了一扇门，那么主持人随机的选一扇门给你打开那他问你要不要改变选择，这个时候的因果关系就变成了主持人选择的这样一扇门不取决于汽车的这个位置。那这个时候你其实选择改变和不改变是没有关系的，除非你看到主持人打开那扇门里面有跑车。这个问题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很多人认为看起来很明显的一些关系，其实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很多隐藏的一些因果关系能够帮助我们进行判断。那再讲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做辛普森悖论，不知道有没有人了解。首先讲一下这个悖论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悖论，然后我再讲一下人们怎么解决这样一个悖论。那首先呢，有这样两种治疗疗法，它们分别是疗法 A 和疗法 B。那么这两个疗法呢，它对应的疾病是肾结石。疗法 A 叫做做手术，疗法 B 叫做服用一种药物。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例，对于所有的这个患者，我们测试过的患者，我们可以看到疗法 A 是患者的这个痊愈率是 78%， 而疗法 B 是患者的这个痊愈率是 83%。 那么如果仅仅看这一列，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疗法 B 对于这个患者的这个好处会更好一些，因为他的这个痊愈率更高嘛。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例和第三例，第二例和第三例说的是，首先第二例就是说肾结石，如果这个患者他的肾结石是小石头，那么如果你使用了疗法 A， 他的痊愈率是93%，那么如果你使用了疗法 B， 他的痊愈率是87%。那么这个看起来，对于那些患有小石头的肾结石的这样一些患者呢，似乎使用疗法 A 是更好的疗法。那同样，最后一列他说的是，那些有大石头的肾结石的这样一些患者，疗法 A 的痊愈率比疗法 B 要更高一些。那这就有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分别看这些患者，仿佛无论你看那些有小结石的患者，还是看你那些有大结石的这个患者，疗法 A 它的痊愈率都比疗法 B 要更高一些。那如果你把它们加起来看呢，那反而疗法 B 的这个痊愈率是比疗法 A 要更高。那作为医师或者作为患者，你就会问，那我到底是使用疗法 A 还是疗法 B？
这就是一个辛普森悖论啊，可以说当时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那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其实是一个小学的数学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有 a1 比 b1 就大于 c1 比 d1 和 a2 比 b2 大于 c2 比 d2 的话，我们是不能得到 a1 和 a2 的和比上 b1 和 b2 的和得到大于 c1 和 c2 的和比上 d1 和 d2 的和的。在这个例子里面呢，总的人数它其实是有大石头的这个患者和有小的石头的这个患者的和，所以说我们把上面这几个数据带进去，我们同样不能得到这个左边这两个等式分子分母的和，左边这个不等两个不等式分子分母的和加起来，那么同样成立这样一个不等式的这样一个结论。那么这样就是一个辛普森悖论的原因。那作为研究人员，你就会问：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悖论，我们到底是觉得疗法 A 好还是疗法 B 好？同样，从我们一开始就说，仅仅通过数据，我们是不能得到这样一个因果关系的。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分析它背后的这样一个因果关系来看这样一个疗法。对于两种病人的这个治疗效果，那事实上，研究这份研究说，那些病人那给这个病人选择疗法 A 和疗法 B 的时候，医生做的一个决定呢，是要看这个病人他得到他的这个结石是小结石还是大结石。那么可以通过右边这样一个因果图，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作为这个石头这个大小是对于我们选择哪样一个疗法是有影响的。那这样一个疗法最后会导致我们最后的这个治疗的效果。那作者就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因为我们的石头大小是决定我们选择的疗法的，那我们就要分别看两种患者他们的。对于疗法 A 和疗法 B 的这样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有小结石的那些患者，还是有大结石的那些患者呢，疗法 A 它的效果都是更好的。所以说，这样说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疗法 A 它是更好。那作为一个对照啊，我在同样的数据，我们可以再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叫做心脏病疗法。同样的数据，但是我们改变了一个因果关系。这个时候，我们问同样的问题，说疗法 A 好还是疗法 B 好？因果关系唯一改变的就是说，这样一个疗法会导致另外一个因素。在这个例子里面，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血压的高低。那在这样一个因果图的关系里面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从疗法到血压高低的这样一个因果关系，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就不需要考虑，两种血压高低的患者他最后的疗效的情况，因为，血压高低是我们疗法的是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只需要看 overall 这一点，就是说这个疗法对于，这患者的这个痊愈率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得到说我们这个疗法 B 是更好一些。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给了同样的数据，因为因果关系的不同，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那这就重申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说我们不能通过数据来得到因果关系，而我们需要用数据来佐证我们的因果关系。所以说，在我们得到一些对于数据的结论，我们需要右边的这一些因果图来帮助我们理清数据里面。两三个变量的关系。那在书的结尾呢，作者稍微的提了一下因果关系和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联系。作者认为，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学派现在仍处于因果阶梯的第一层，也就是说，我们第二章可能篇就讲到了这样一个因果阶梯的图。作者认为，利用深度学习的一些方法，它仍在解决一些相关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某一样的某些图片，它跟猫的相关性比较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图片是猫。而作者提倡的这个学派就是贝叶斯学派，他认为解决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些问题呢，包括作者认为强的一些人工智能呢需要解决因果关系里面第二层乃至第三层的这样一个关系，也就是说论证，在这里面就是说用贝叶斯的方法论证，在现象的情况下发生原因的这样一个关系。那这样一个学派他现在并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正视，但作者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径。最后呢，作者提出了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具备的一些特点，其中包括解决世界的因果模型，解决自身系统的因果模型，以及对于行为转化为事件的记忆能力。那么最后讲一下总结和感悟。首先呢，很多看似明显的因果关系是并非显然的。我们可以问一下，当我们想要 得出一些因果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问自己几个问题，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个潜在变量导致的原因和结果的出现呢？或者说是不是导致了一个间接的变量，是原因导致，然后再由这个间接变量导致结果，是不是存在了这样的一些关系呢？而这些都是无法通过数据来直接得到的。那第二点呢，我们需要认识到统计方法的局限性，这也是我刚刚说了很多次，无法通过数据来得到因果结论，只能通过数据的佐证因果假设。第三点呢，就是作者在本书的开头就强调了，你比你的数据更聪明，这是因为你是知道数据的来历以及数据背后的故事，而数据只能告诉你哪个多哪个少哪个关系强烈一些，所以这些是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考虑以及任何日常生活中判断的一些事情。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之前国内有一个事情，就是一个阿里巴巴的员工住进了自如的一个房间，结果他得了白血病，有人说是因为自如是因为那个房间有甲醛。那么这样一个关系到底存不存在呢？那首先这样一个关系肯定符合时序关系，因为是他住进了这个房间之后他才得了这个白血病。但是说是不是真正的因为甲醛房而得到了白血病呢？有些研究说这两者有很强烈的联系，有一些研究说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了白血病。那举这个例子是想让大家知道，就很多日常生活中我们看似明显的因果关系呢，其实需要考虑，需要商榷。最后呢，这是我的参考引用，我大概就讲完了。谢谢那个陈老师的给我们讲的这个《The Book of Why》这本书的分享。非常的精彩。然后我从中最大的体会就是原来这个 statistic 我们就是统计这方面，我们从小学习或者上大学学习的话，学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因果给搞清楚。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 statistic 学不好。请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可以解答一些问题。对，还有就是在不好意思，在您那个Q&A 之前呢，就是我想就是说一下，就是我们思辨读书会的这个合作方，它这个是一个幕布叫做，然后这个软件呢非常有用，就是您可以就是把您要写的这些思维导图的东西全部放到这个敲到这个软件里边，然后一键它就可以把你生成这个一个思维导图，所以非常有用。所以如果小伙伴需要画一些思维导图的话，一些逻辑图的话，可以就是试一下这个软件，扫一下这个二维码，然后呢就可以就是把这个软件下下来，然后也欢迎大家使用。同时呢麻烦您翻下一页。哎，好。就是呢我们这个思辨读书会，我们同时也会招募这个读书会的一些长期志愿者。
然后呢，如果您想加入这个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话，也就是可以跟我们联系。然后呢，我们同时也在建立我们的网站，然后build 我们的品牌。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很多小伙伴就是有这么一点点读书的兴趣，然后有这么一点点时间，然后可以加入我们。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互相督促，然后大家都来一起读书，然后养成读书这个习惯。那么的话我们就会那个在这个不管工作或学习之余的话，学到更多的就是你感兴趣的一些知识。然后麻烦您翻下一页。好。然后呢就是现在就进入这个 Q&A 环节。那我们会发一个那个铺给您，就是各位小伙伴，然后我们想知道您是从哪里来，然后是学什么专业的，或者是对什么书有感兴趣。那么的话我们就会通过您的这些一些建议的话，就是以后对我们的这个分享呢，我们就会做一些调整，然后同时来分享一些更多您喜欢的一些书籍。那同时呢，左边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这个嘉宾陈老师的他的一个二维码。如果你对这个 Book of Why 这本书，或者是这个统计，或者是Machine Learning AI 这些有关的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加他的二维码在左边。然后右边呢，就是如果你想邀请更多的小伙伴来加入我们这个组织，来听我们下期的思辨读书会的分享的话，也可以扫右边这个二维码。那好的，那个现在就是那个答疑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在 Q&A 里边跟这个陈老师互动，然后把您想问的问题问到 Q&A 里边。好，那我把话筒交回给陈老师。哦，好，我看到有一位 Silver 提问，请问这种思维方式对于在机器学习方面会涉及什么样的常用算法或者业务领域？那么可以说作者倡导的这一派就是以贝叶斯网络为主的这样一些算法。那最简单的算法叫做贝叶斯分类器，我想大家学过一点统计的同学应该都了解。那其实呢，现在对于贝叶斯统计的这样一个了解和研究呢也是越来越火。书中有讲到一些例子，比如说贝叶斯网络在识别人的 DNA 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那就是因为它通过得到一些人的 DNA， 然后再根据样本中的 DNA 进行对比，来分析呢这两个 DNA 的关系。可以说主要的机器学习方法就是贝叶斯统计以及贝叶斯网络。那业务领域呢？可以说就是像DNA 识别等等。然后我们好像还有更多的问题在那个 Q&A 里边。哎 ，James， 你帮我读一下吧，我现在突然看不到了，啊、你帮我读一下。好的，好的，没问题。好的，那下面还有一个小伙伴就在那个 Q&A 里边问了，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哈。那个Grady， 不知道把你名字说对没有？您是想问是不是能不能再解释一下那个结石刚刚那个例子，最后应该是怎么选择方案？那个陈老师，麻烦您来解释一下。好，我尽量给你解释明白一些。那上面这个例子，我想说的就是说，如果你单纯看表格，你会看到，如果我们把病人分类，我们把病人分成有大结石的病人和有小结石的病人，这是一种看法。另一种看法是我们把病人整体看。那就是说把他们都加起来看两种疗法的这样一个疗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看法你得到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把病人分类看，你会发现疗法 A 它都是好的。那如果你加起来看呢，就把病人所有的病人合在一起看，你会发现疗法 B 要好一些。那这个时候它的问题就是说，那我们来判断这个疗法好坏到底是应该分开看还是合在一起看呢？
那为什么我们看不清楚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背后的因果关系。那如果我们知道背后的因果关系，就是说医生在选择给病人哪种疗法的时候，是根据病人的这个结石的大小来选择的。也就是说，右边这张图上显示的就是说，石头的大小对于研究疗法是有这样一个影响性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因果关系里，这 co-founder 就是说干扰因素，它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分开来看，我们就不能把它整体来看，我们就必须分别看有大石头这些患者和有小石头这些患者，他的对两种疗法的这个疗效的情况。那么像下面一个心脏病疗法呢，这样是一个假设性的例子。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干扰因素，血压的高低，它不会导致医生选择哪种疗法，反而选择疗法会导致这个血压的高低。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疗法是一个原因，而血压的高低和痊愈与否都是结果，那么我们就只要把数据合在一起看。我们只要看第一列，我们看到疗法 B 它的这个疗效好一些。那同样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不一样的结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得到因果关系，是需要了解数据背后的这个故事的。也就是说，数据背后，在这个例子里面，干扰项、疗法和疗愈与否，它三者的关系，那这三者的关系是影响我们对疗法的判断的。这就是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的一个。那陈老师是不是就是如果以后咱们就是不幸有这个肾结石了，哎，得去医院看病，然后如果这个医院的他这个技术好的话，他可以就是超声波或者怎么就知道这个石头是大是小，如果小石头呢，那我们就应该就是应该做这个open surgery 这个小手术，这个治愈率就会比较高。如果是那个知道是大石头呢，好像也是做这个 open surgery， 也是73%的这个概率。所以就是这两种情况下，就是做手术的概率好像都要高一些，是吧？但是如果不知道你的石头是大是小的话，那可能就是第二种这个治愈方法，可能就是治愈率会高一些，是这个意思，是吧？你的前半句是对，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石头大小，那么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这你重复的说了一下这个悖论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知道石头大小，我们就选 A； 如果我们不知道石头大小，我们就选 B 了。那如果，你可以这样认为，但是作者想说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进行实验之前，我们都是要看这个石头的大小，所以这个信息我们应该是知道的。哦，明白明白。对，好，那下面一个问题是那个志云，他问那个作者是这个志云同学，他应该是有 statistic 的背景的。他说那个作者是 Frankquist 的还是 Bazin 呢？作者是 Bazin。Bazin。对，后者这个贝叶斯这一派的学派是吧？是啊，对对，他是这个作者好像是那个贝叶斯网络的这个创始之父吧？是的。然后呢，下一个问题，小薇他在这问了，他说：“我想，即使主持人不打开任何一扇门，仅仅是三扇门一个车，那选手在做选择以后，问是否要改变选择。”那是否还是改变选择是最优策略呢？如果不改的话，三分之一改三分之二，您对这个问题有啥看法？我看一下。那就是说他不打开任何门，那 不打开任何门，那仅仅是你。我认为如果他不打开任何门，他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那这个问题他和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他的情况并没有改变，所以我认为改和不改他都是一样的。哦，这样，就您的意思就是说，即使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也不知道
哪扇门到底是有车，那么就是换来换去的话，它还是就是还是三分之一这个概率是吧？是的。对，这个小薇这个问题挺有趣的话，我们可以在网上也可以搜搜，然后然后呢，好的，谢谢小薇回答，然后谢谢那个 Grant， 他说谢谢老师，非常感谢您。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Silver 他问，我觉得这种思维方式跟博弈论相关性很高，不知道那个陈老师有没有了解过？博弈论。是。博弈论它涵盖的东西也比较广。因为它涉及到就是比如说策略以及系统的这个设计型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了解。那么而且贝叶斯呢，他主要他可以说用一句话概括这本书，就是说你要知道数据背后的故事。那当然说可以，博弈论肯定会涉及到一些因果的关系。我觉得是有一些联系，但我不能给你讲很多跟博弈论有关的东西。就是这样。这博弈论，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到时候我们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好的，谢谢 Silver 的问题。然后那个Grant 他还有个问题，他说这本书呢，这个和这个机器学习里边的那个 Native Base 有啥关系吗？他说就是这个是不是 Native Base Native Base 和这个那个 Bayesian Network 有啥关系？其实我这样一个例子可以当做 Naive Bayes 的一个例子，因为 Naive Bayes 用的公式就是上面这一个公式，就是说就上面这个 AB 之间的这个公式。那它的关系就是说可以说 Bayes 公式是 Naive Bayes 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那 Naive Bayes 多了很多假设，比如说他认为这个数据之间都是独立的，现象之间都是独立的。等等，这个是有很大的联系的。然后 Naive Bayes 稍微扩充了一些东西。明白。所以说是那个 Naive Bayes 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就是今天讲的这个贝叶斯网络实际上是 Naive Bayes 的一个子集是吧？它相当于是 Naive Bayes 里边的一部分是吧？Naive Bayes 它利用的是贝叶斯公式。那么贝叶斯方法你可以认为它是基于贝叶斯公式做的更多的利用，那两者都是对于贝叶斯公式的利用，而 Naive Bayes 可以是比较 naive， 就是比较简单的，而贝叶斯网络呢它更复杂一点，就是这样子。明白。那个好的，那谢谢陈老师的那个回答，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对，陈老师，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讲。对这本书的话，我也是就是浅读了一下，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它这本书的这个历史啊也有特别有意思，就是您刚刚之前介绍的几个就是统计界的一个大牛是吧，然后我记得是谁了，就是前面是有 Fisher， 然后他还是谁，他提出了这个就是这个R square， 就是那个coefficient，这个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是吧，然后的话就是后面统计学家他们就想就是拿这个数据的这个一个 correlation 来就 answer 很多 question， 然后后面呢就是其中有位科学家就是他后面他就突然提出了这个因果关系这么一层，然后后面就被这个统计界这个大牛们他们给这个 shut down， 他们就说哎你这个东西不对，然后好像这个就是因果关系这一块的话在近好像七八十年一百年就是发展的都比较慢是吧，直到这个贝叶斯网络的出现，然后好像今天我们才有很多这个贝叶斯网络被用到这个通讯，好像就是被用到了我们这个当今的技术里边就才用到了很多，比如说是那个smartphone 里边我听说就是说是我们的 2G 3G 4G 网络它这个 smartphone 为什么可以越来越快，就是因为它这个解码的过程从以前的一种比较简单的一个解码过程，然后后面通过了一些就是贝叶斯网络的一些加入，使这个解码的过程就是更加的
更加的那个简单了。所以的话就是解码的话就是解码简单的话，我们耗电就少那个手机，然后同时的话那个手机信号也会变强，越比较容易传输这个信息，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手机会从2G、3G、4G， 所以就越变越快。所以的话就是我也感觉这个 BS 网络这个东西特别的厉害。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您对就是当今这个他这个这本书的这个作者这个 Dr. Pell 他这个看法，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人工智能还发生在这个非常浅的这么一个阶段，只是在这个只是在 answer 这个非常非常基本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通过数据来answer 一些比较基本，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些问题。而这个很多问题的本质就是它这个因果关系这一层，是我们是还不能用那个计算机，比如说 AI or machine learning 来 answer 的。您对这一块就是这块的前景，就是我们如何可以把这个因果关系这一层加到这个 AI 以后我们的 AI 发展里边，您对这一块有没有什么看法呢？哦，我觉得非常感谢James，这个问题很大而很重要。那我根据我自己，我只代表我自己稍微回答一些这个问题。嗯，首先呢，我们说现在的这个 AI 不强，的强是就学术意义上的强，不代表这个 AI 它做的不好不有效。那可以说现在的基于深度学习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它已经帮助人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包括图像识别，包括语音识别，再包括之前我们出现的 AlphaGo。这其实是人类从，这当然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算法好了，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的计算能力变强了。那可以说是我们从之前的没有，是完全基于搜索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迈向基于计算和更高的算法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重大的迈进。那所以说，作者说的这个不是特别强的人工智能，它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有效的。那么再回到这个以作者为领袖的这样一些贝叶斯学派的人工智能，他们强调的因果关系。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对你的机器人说，比如说你的机器人在帮你扫地，那你就说，你跟他说，你吵到我，你的扫地的噪音吵到我睡觉了。那如果作者认为一个比较强的人工智能，它是能够知道哦，是因为噪音导致了我无法睡觉，而不是扫地。那我可能需要改变我扫地的时间，而不是改变扫地的这个动作。那这一段话可能现在的人工智能是无法来分析出来原因的，仅仅可能。那作者的意思就是说，它所谓强的人工智能，包括我们看到刚刚讲的这些，有这三个观点，解释自身系统的因果模型等等，它是需要能够对一些现象做一些理解，从理解的角度来再做一些这个归因的。作者认为，只有我们有这么强的这样一些人工智能，我们才认为它是能够，我们才能放心把这个人工智能让它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就现在的人工智能，它仍然解决的是，相关性的这样一些问题。对，哦，然后明白了，这是我对问题的理解。那个好的，您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个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都搞不清楚这个因果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所以的话我们很难就是在就是机器学习或者是 AI 这种技术方面就是加入这一层。是不是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对问题的了解还没有达到一个透彻的原因呢？你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可以这样说，那么呢，另一方面，如果你去读作者的一些论文，去了解 BS 网络的一些他现在的东西，你会发现他这个东西更多的是基于数学，那有数学。再回到我们前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个因果的假设才能利用这个数学工具，如果你没有假设，你得到的一些结论可能是
错的，所以说这个假设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说您说的这个人对于因果关系的这样的一些认识呢，确实是很重要的。那作为学者，当然是需要在认清了这样的一些东西之后，才能开发他们的模型。是的。哦，明白明白，好的，那看来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那个然后也我们也讲了1个多小时，然后今天非常感谢这个陈伟佳老师跟我们的分享，然后那个小伙伴们如果那个对这个我们思辨读书会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扫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思辨读书会，然后我们每周都会在这个星期六晚上，美国时间、美东时间9点钟，然后星期天早上，北京时间9点钟，有一个新的一期的分享，然后每周都有，希望大家来参加。然后呢，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那个来参加我们这个读书会，也非常感谢这个陈老师对我们的那个分享，然后我们学到很多知识。然后大家也对这本书《The Book of Why》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网上那个购买，然后来读一读这本书。那么，咱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陈老师还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小伙伴们说的？非常感谢大家来聆听。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指导，也可以联系我。谢谢。好的，好的，那太好了。那谢谢大家的参与，然后咱们。下期思辨读书会再见，谢谢大家，拜拜。